疲惫。没事。哎呦。属于是一个大卡住。卡姆萨米达 ，Hello Hello， 怎么在夹头？因为我刚戴帽子，我的头扁了。一会儿要去录舞蹈视频，要去录 Liga 上次祝愿 Liga 的那个舞蹈视频的练习试本，不一定今天录，可能会去录，所以就先夹着再说。晚上好，有王者挂机来看我，谢谢谢谢，不是排位就行。晚上好。啊、哦！天哪，摔了一跤呀！要注意安全。谢谢谢谢，学习到一半来看我。考试有考完吗？星耀的排位啊，真的星耀一的排位。没有去逛小黄人，那个就是一个路过了一个店，然后刚好有小黄人。Hello Hello。进去了口虎吗？不知道。晚上好，我刚晚上都不怎么饿，然后呢，结果后来呢去吃，又就是边逛又觉得该买点吃的，然后就吃开胃了，然后就好口渴。真的，你问七七七七老说我们说他们想，他们觉得我们想，真的不不不，我跟你们说真的，就是跟六六七七待在一起久了，就会觉得他们俩很像从前的我和小乔，就是过来人的眼光，一定要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在剧场，剧场的那个电梯的楼，就那个电梯的层特别高，要小心摔跤，不要摔跤了。晚上好，我今天没有粘假睫毛。我们两个互相说四川话，但我们之间不说四川话。对对对，很神奇吧。晚上好，我还挺想睡觉的。哎呦，结果今天出去逛街了，快看看，看不到背光的，你看看，好看。问了一些小细节，什么小细节？今天怎么穿毛衣？哦，毛巾。因为今天，就想穿毛巾。晚上好。生日公演哪天切票？应该是生日的前一周或者两周。有说几点排练吗？没有。好的。晚上好。就是我们好可爱，没有聊上天，好可惜。对呀，好像我听说，刚听小乔说。好像去上海只有部分人有握手会，他们说是按啊、你们都知道没？我们没有了吗？那就说明真没有了。上海京剧握手怎么没有我们？他们说是按数据来的。对，以后要去录个视频，所以是真的没有什么。好无语、啊、什
什么时候生日过呀？对，这个月的23号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数据，服了。无语住了。晚上好。所以我们广州成员，然后这么久，就是好不容易去上海，就是上一次，就是好不容易去一趟上海，然后都不给我们安排握手会吗？是什么意思？无语了。我们的人说的跟我们人会很少一样。好无语啊，我们至少也是投过去的吧，对吧？无语住。那么大家就明天快来找我握手吧。对，我是大乔。大小乔灵魂互换了奶盖发动，所以谁是灵魂转换器呀？没有搞懂。好像在剧场握。可能是因为疫情需要控制人数吧。灵魂转换器是广吧元旦的一个活动。所以握手会是算了不说了。反正我现在就算不开心那也没办法。因为也没有办法就是把我们给安排上。主要是觉得这样子对外地粉丝很不公平而已。那如果我们也有外地粉丝，那人家又握不到我们，那我们自己的粉丝也会不开心呀。晚上好，谢谢玫瑰花。咋了？就是说那个握手会，金曲握手会还要限制人数，还不是每个人都有的。然后我们这次去上海就没有握手会。谢谢巧克力，算了。而且上海握手会的 staff 也很凶，上海的粉丝都哭了。算了，不生气了，也不是生气，不无语了。因为就算无语也没有办法。对呀 ,B50。而且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有握手会名单的，我连握手会名单都不知道。那就算了呗。那握手那我就好好准备生。那就算哦，关播发了。行吧。那我算了。算了，那我就多一天，那我就多一天准备生蛋吧。我主要是我玩也玩不了，我在上海的好朋友肯定都要握手，小马和秋如肯定都要握手，对吧？上海成员没有啊，真的假的？上海成员是10号和11号，9号握手只有分团。算了吧，反正也没办法。广吧有多少个人呢？那让我心里平衡一点，安慰一下自己。
今天和给我和小小的糖好吃吗？谢谢你给我们糖糖，但是我还没有吃。广巴也有一些没有安排握手，那我可就是幸运了，幸运了。一半的人。无语住啊，主要是我真的很无语。要是换哪一天，我稍微内心就是我心情稍微好一点的时候，他给我说这个事情，我可能就是委屈一下。但是我今天刚好火气就来了。广州来吧，广州来吧。那就广州来吧。现在怎么不开心？因为今天逛街逛累了。对，我不会生气的，我明天肯定不会生气的，我明天会开心的握手。免费接电话，快来快来，谢谢谢谢。嗯，哎，谁煮难听人的苦？不冷不冷，只是我里面穿的是吊带，所以我就裹了一个毛巾。晚上好。嗯，好的好的，那就明天握手吧。对，握手，明天握手会就裹那个小熊的毛巾毯子。把脸围起来呀、啊、宝，冷着点，没事没事。鲍勃，鲍勃，对，明天，明天就是小黄人。头发夹的是一个蓬松的夹子。乔乔，你能不能过来一下下？你多久直播？你走过来一下行不行？小黄人，那不来了，是吗？是吗？同款夹，对对对，奥利维亚买的。当时就是听说这个夹子是奥利维亚的爆款啊，咱们就是说，然后我就买了，确实很好用。给我用一下，没事，算了。对，可好用了。这嗓子怎么哑哑的？真的可能要变身了吧？变声期。身上是有被子吗？对。哦，我不，我明天不会扮奥特曼的。哦，我说实话，我还没有看到那个金曲的通知，只是就是听说哈，听说我一会儿要去确认一下。我没有感冒，但是我嗓子真的，我现在每一天到晚上都会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昨天挖牙了，哦，可能是的，可能是的。什么通知？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握手会名单。我都没有看到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微博一直除了发微博的时候，其他时候除了发微博和看反图，其他都用的是小号，然后小号就看不到这些消息。谢谢糖果和荧光棒，说奥利维亚刘海夹就有哦，对对对，有人在问了。哦，对，这个夹子其实在淘宝上买差才1块钱，不要说奥利维亚同款，肯定肯定就是差不多，我估计，好估计。谢谢谢谢小青。小号会去看超话吗？也会看，但是我小号看超话我就不会点赞。嘿，晚上好。明天要去上海了吗？对，后天早上去。烟妆真的很可爱吗？你们有没有看我今天助演的现场版？虽然错动作了，但今天化妆化的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。会查粉丝水表吗？我好久没查了。听说广巴有阿云娜成员，东西多注意注意。放心吧，我一般我的礼物就会立刻拿回房间。嗯。然后。但是我和小乔房门上的钥匙一直都没拔，这件事之后就有点考虑把房间门口的钥匙拔一下。
对，今天化的妆可是很凶，我也感觉今天化的妆很凶，就是现场版啊，现场很凶。后来我都擦淡了一点，现在妆都掉了一点。谢谢谢谢，可能是眼线的关系。对，今天眼线可能画的有点黑。对，因为眼睛画的很重。只是我刚刚真的很无语的，就是我每一次，就是总选或者就有机会去外地，我最希望的就是握手会。然后他不给我们安排的话，那就把我最大的乐趣给整掉了。就是说，对对对，我就明天穿那个熊的那个毛毯。你就说怎么有种坏女人的感觉？坏女人就是要发脾气了。对呀，看不到外地的粉丝。今年金曲性价比奇迹，真的性价比很低，那就是价格很高嘛。明天粉丝多握点，你们明天不要断哈，要一个接一个，我就喜欢这种充实的感觉。注意安全，出门要锁门，睡觉一定要记得反锁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们其实我们那个大门是要弄指纹的。108三机位，就是108就可以给你切三个机位的。那我们要不然就给108，让他只给我们切大头，行不行？反图也收不到。对呀，哎呀，我还想找一个很漂亮的发朋友圈呢。안녕하세요，我不会累吗？我不会累，我会很开心。我爱的副总，我的有直拍，对，我知道我的有直拍，所以就是说我会注意表情管理的。现在开始管理身材，从明天开始管理身材。我三天只喝冰美式，能不能瘦下去？你们说，我肯定忍不住的。我现在体重很稳定的固定在了，比我刚回来的时候胖2斤，就一直很稳定了。我这两天每天晚上吃夜宵，我都保持这个体重，可能不会瘦，但是会影响体力。哦，也是。小乔有直拍，好像那个他们不是说是1、2号位才有直拍，是说一号机位和2号机位，是吧？我也没听懂这个。喝冰美式，就喝冰美式都不行。好的，好的。改善饮食比不吃好。对，也是也是。谢谢荧光棒，真是无语。谢谢韩国人的19个荧光棒。小乔是4号位没有直拍，只有1、2号位成员有直拍，真的是这样子的，是吗？好的，反正我们会看看能不能让成员帮忙录一下。是个草莓，但不知道它是什么物种，但是很可我去看一下信息，大家等一下我。眼睛画的比以前要深一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快乐开心的直播。等一下，我再去看一下信息，大家。
我看起来很像感冒了吗？真的假的？那么就是说，今天比较，哎呦，看起来比较文雅一点。怎么一直吸鼻子？真的吗？我在吸鼻子吗？那可能是吧，那可能是在吸鼻子吧。嗯。真的吗？我的眼睛好。小小，你看得到群里的信息吗？我只是听他一直在响，但我还我看。你那儿有个 iPad， 你看一下。在你那儿。不在我这儿。你看，在桌子上。鞋柜旁边，我怎么在我这儿？真的吗？不在这，那一会儿看吧。多喝热水。好的，我刚刚喝了冰雪碧，没吃过烤棒鱼，然后还喝了酸奶，还喝了，还吃了冰淇淋。这全是冰的，火气很旺啊，火气很旺。今天广州还挺热的，对，还挺热的。广州，大家你们再等我一下下，20秒，我看一下那个群里的信息，说今天到底要不要录视频。还没有，大家还没有，还没有选择出来。今天到底怎么那个？这样吧，我去拿一个毯子，我要听话，不然的话。悄悄，你在厕所旁边是吗？帮我烧一下洗澡水。洗澡吗？嗯。但是一会儿还拍。好像明天拍。嗯。真的。嗯。那我一会儿帮你刷。佳佳202还当搞笑女吗？不做搞笑女，我们叫幽默哈。眼睛里有星辰大海。工具桥，哎，工具桥，相互帮忙，互帮互助。Hello，Hello。好像是有一点，我刚刚在外面，我就感觉到眼睛很，那2022当可爱女吗？成熟女吧，对，当成熟女。最近主演的舞台都好帅啊，看了好多遍。谢，我们就是说最近都是一个帅哥的路线。所以现在就是最近大家都是帅哥。是可是泽阳公演刚刚说是搞笑女，有些时候是吧？有些时候是。我觉得好像2022年一开头，我的脑子就有一点点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感觉我最近的那个智商都不在线，我说实话。在刷那个我的什么舞蹈视频，就我看了一下 B 站，然后呢刷到好多个舞蹈视频，我就开始说，就是说看一下就是最近的我自己吧。就是舞蹈好，没休息好，真的。但是我的状态已经调整好了，就是比我前一段时间我的状态好起来了。就是，对，现在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。但是真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今天和小佳本来公演不跟车，就是为了去一家店。然后呢，那一家店我们到了之后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操作。反正我最后，因为我在大众点评上买了一张券。我就给他验券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俩走错店了。你们敢信？相隔一个小时的路程，我们走错了。然后我当时就被蠢死了。我说我今天要是不来这个店，那我就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了。然后后来又硬着头皮去逛了一下街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在我的谢谢中台小粉丝的事儿，给您光棒。我被自己看到了。嗯。对对对，我是去了环球影城之后才恢复状态的，就是突然变得非常积极乐观。所以大家不开心的话，一定要去找一个能让治愈你的地方。要是店员是粉丝，就尴尬死了。就是可能我现实中看好像差不多，幸好不是。细节就不过多详细的给大家解释，反正就是我很无语。哎。粉丝的话就是去中泰，
真不开心就来找我握手，对，我会开导你们，开开心心的。对，一个小时也太久了，大家是个开心果，有些时候是吧，我有些时候还是很文静的。不过我其实是个很高冷的人，就是说，谢谢奶茶，我就是治愈你最好的药，感谢。其实现在现实中看，我觉得可能早点休息啊。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看见我就会觉得开心。谢谢谢谢，外冷内热，真的真的很不对，我外热内冷。谢谢大师。嗯，明天店我见，明天店我见。对，我外热内冷。我见到你们也很开心，真的。我累冷，等一下，也不是累冷，累冷，就是我其实是对我喜欢的人，我是非常热情，但是如果对我不是很重要的人，我就会保持一个就这样子的状态。但你们都是很重要的人，知道吧？就像我在大街上走的时候。然后呢，有人看我的话呢，我就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一个这样。但是如果看到粉丝的话，我就是一个大笑眯眯的动作。佳佳什么喜欢的花瓣，你下次走，谢谢你送的都喜欢，我会非常的开心。晚上好。如果在外面遇到粉丝呢，那我就是我不知道，我其实我很不知道，我是该假装不认识我，还是该跟他打招呼？因为有些时候，我其实，在中台附近，假如在那个宝泰看见粉丝，他们就会特别慌张的到处闪躲，我就不知道我该不该打招呼。谢谢神医送的圣诞树，天哪，真漂亮！下雪了，现在上海下雪了吗？谢谢谢谢。请稍微向离粉丝的生活远一点，粉丝跑得比我更快。晚上好，但是呢，有些粉丝又不是你的粉丝，然后他们有时候看见你，然后你就两双无意间对峙的双眼。你还记得有一次偶遇某人，他挥了挥手让你们散了吧？很好奇那个某人是谁。尖娇娇就看不清，愣了半天，真的。小粉丝第一次合影，大乔推荐什么姿势？我想一下，那就比个心吧。粉丝见到本人可能会紧张到不知道怎么说话呀。谁的眼睛睁大点，谁就赢了。对，跟我合影就睁大双眼哈。Hello Hello。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握手券，新鲜的，主要是那个冰糖。是巴鲁现在就在和别人合影，是谁你不说？天哪，我就知道，这么多粉丝不记得也不奇怪，大街上也不用打招呼，不会怪我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不过我现在只要不化妆，我基本上都看不清人，因为我现在有点近视，我不化妆我真的看不清人。我化了妆我才会戴美瞳，戴了美瞳我才会看得清。晚上好。一般戴上口罩可能很难认出来。也是，什么时候再去配个眼镜啊？我考虑在过年之前去吧。就是那个我吃的那个冰糖，是福总带你去的，是吗？你们在和谁？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呀？我的眼睛很好认，对，一个单眼皮的动作。我感觉我150度，但是呢，但其实对于近视高的人来说，它很低了，但是对于不近视的人来说，就是。很高啊！地偶啊！
真的假的？在哪儿看呀？广州也有吗？近视真的好烦其呀！实就是600多，我的就是天感呐！觉广州很是多，正真常的情假况下的？喝了一口热水，好想看一下是长什么样子。每对，当会上眼睛，睡觉前都要用点养眼的眼药水。没有问题，我睡觉前都用洗眼液的。哦，你的两只眼睛都500度啦！那你们不天戴呐，眼镜是不但是什是么我都都看已不经，清？我今天你实习，300度，那也比然我吓后人也了。实习了，我就是然看后远就方看不稍微清，的转一但下，是我看近的地方我就不需要是戴我眼醉镜，了还是撞见只你是了？我在教室排练什么因为的，我我就会是有点在看不那清。个北京的一你个四百多小哇，学，你们都然后很是每个高，组有一二十只个，600，一只150，那差很多。我也是一边觉得多今一天边见少，你是真的这很边开心，少一点，这边多一点，谢谢小就能看清楚一个轮廓呀。怎么我们这怎么你们遇都到小近视？朋友，就是说，就比是较近刻苦视，学习或者玩手机玩多了，我就是玩手机玩多了的例子。散光375，近视500，哦，就是充天了个可呐！能，其实我自己做的成本更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看戴起来小好眼像镜，直播看然后多草了，莓能几个月开的呢？不能，你觉得你好我就凡要尔再赛？买个还八行斤吧，还的，行吧，没有烦到我。买个1斤，然后还呢，是我要还爱得护眼买睛，个镜片，对。然后从呢，还小我得爸爸就说你稍们微不能的戴就是眼说，镜，但是我买一就个很喜欢戴眼要镜，2.0，所以我然后就才能换嘛。刚好然近后呢，视。1.0过后我哇，要昨天谁拿记出不我到的的时候有人讨论失败也可 VVS，VVS 能会失败，但是呢失好像败还了挺就是火我的的这错，首歌。然后呢又是我人工那种手工费。中推二楼做个手术，哦，那种激光手术做了之后不能戴美瞳。半斤得40吗？我的眼睛是黑框的嘛？没我错，以没为错，25，是黑框的。没有想有到机会去随哇，机舞蹈吗？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其实我会的舞蹈还挺少的，对，我温度还所以是我有还点挺想高。多去上点舞蹈课。大乔想配什么框？我应该也是配黑其实框你们吧。知道吗？那个酸奶蛋糕呀，当时打他游戏进吗？去时好间久没没到，打了，我上次没下了一到，个天涯然明后月考到一刀，半的时候本呢，来想打了，我已经下载好、缓存好那个叫然什后么趴下素去材了，包了。结然果后那是天在晚晚上，上我的的手过程机中，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来着，就是被卡到开不然了后我发现机，是在里面一还直是是在那个外面，苹果的标志就开不了机。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后点。来我就睡了一觉起来，它终于好其了，实我们然做后就完把那个，所有很多软件都删掉。对，天涯明月岛好玩吗？我没玩过，所以我想试试看。对吧？直播的黑时框等候于文艺还少浪女。费水费，就是我经常对，说黑的。框就是文艺少女。素颜眼镜，什么时候都很配。哈利波特我也没玩，不好玩，但是衣服漂亮啊。那很适合我这个以前爱玩奇迹暖暖的人玩。然后你们知道我今天召睡了唤一水个龙，多久？对这个我睡了我一都个没跟多上久，时代，我不知道这是睡什么。觉了，谢谢但是谢第二，谢。所以我真的是纯吃巧克力。不过还好，第一次那个冰糖掉在了我的手我也上。打错字。房间你知冷道吗？吗？是房有间有老一师有，点我知点道他好像放掉比了，外但面是冷。结果真的接住了，我这就个稍玩微的带能了一 cheese 只，真的，我还没玩我过。吃了2个奇迹暖暖和天涯冰糖，明月刀的类但型是我差的太其实多。都红了，吃了2个。对，那就是说听起来也不太一样，玩到崩溃。没有开暖气，对，因为现在还不冷。那我就当哎，你你不没用打嘴错，皮，别嘴因为我的炮。嘴正在明天掉，看电影吗？我嘴明掉天没了，有时间所以就看感觉电影，那我个最近都那没个时间冰看电糖影，是不是要裂所开？以就然后很我用可另外惜。一只手捏。七认识吗？当然认识七七了。消消乐，好久没我玩过消消乐，还挺好玩的。对呀、啊，动正漫是也因没为你看了，吃上了次那看个，了个我才十分能吃钟，了那个，然所后以就就是。没看了。有什么想看的电影吗？想看那个《雄狮少年我今天做了以后，其实我第一口大吃一口，然后呢发现有点甜了，后面就是说微微吃》，一点因就为好。那个就那个《雄狮少年》是吧？叫《雄狮少年》是吗？我本来说要去捧一个场，结果我没时间去看。确实，我觉得你们知道吗？我
对，还有反弹风暴我也很想看。什么水果最好吃？扬名立万我看了，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就是稍微的节奏慢了一点。卡姆萨米达好吗？对，就是在排助演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天天在干嘛，就是助演排练，然后就没时间了，不知道为啥。剪了一下 vlog， 然后就没时间了，时间利用的太不对了。人民力量还有一点，有那么一两个地方好笑。大乔对娇妻怎么看？你对娇妻怎么看？雄狮少年有点争议，真的。门锁，我也没看门锁。本来也是要看的，后来又没看。我最近都没有看电影，还挺想看的。大家等我看一下群。悄悄，你烧热水了吗？谢谢。我们明天才录那个舞蹈视频，我今天要早一点睡觉。对，已经说了。交友男友粉或者女友粉吗？哈哈。男友粉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把我当做有热水器，把我当做哥哥，不是？哦，是的，没错。后面好的，就这样。姐姐粉，姐姐粉，娇娇娇娇哥哥，推荐动画姐姐，咱们裸熊超级可爱，我知道裸熊也进，妈粉妈粉。小娇姐姐，这是什么呢？弟弟妹妹饭。你不同意，孩子还小。熊为什么要裸着？凉快吧。等于有个奥特曼的蛋糕，笑死你了。我好，我要打破你们的幻想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光。大家是不是要监狱加班？没有没有，今天晚上不录视频了，明天录。我想一下，我再看一会儿我就关直播。我今天早一点睡觉，看我心情好像不太好啊。我今天心情很好呀，今天只是有一点点困，因为我好像六点才睡昨天。然后我今天早上哦，不对，五点钟睡的，我九点钟就起来了。逛街逛累了，对，我没有不开心，放心大家，我很开心，积极阳光正能量。不过我要去问一下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握手会？我觉得怎么着，我们去上海，再怎么差也不可能，就是说不会有人来吧，对吧？哎。而且难道时间不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算了，我也不能说什么，说不定人家就说那你就是按数据啊。不在我这儿，好像是平时握手会的数据。我回来之后就握了两次手。好，我好吧，那就是上一次来问我的人太少了。如果他说是按数据，那我就认了。上一次让我如此的寂寞，然后这次让我寂寞一整天。对，我要去问一下，放心放心。对，其实刚刚是大家的那个弹幕出 bug 了。不过倒是有人问了，没有，我也要自己去问，我也要问。放心，我今天会早点休息的。小陈，你要录抖音吗？要。今天要录双人的吗？你如果不想录，可以不录。那我们明天录。我也很想在上海握手。算了，大家记得明天来找我，我非常的积极热情哦。
自由要自己争取争取，虽然他们说只要是圈外的就不会知道排名什么的。谢谢糖果。希望明天是一个甜完啊，甜美甜美。谢谢回忆录的20个荧光棒。我要去问，反正你们不要不开心。总会有机会握到你们的。我不要不开心，放心吧，我会很开心。我只是刚刚有点不开心而已，因为我都没有看到那个通知，我就只听说了一下下，所以我要去看一看。然后就是说开心开心。放心，我当然会开心了。怎么区区一个小通知就是说还能操控我的情绪了，是不是？刚刚看到微博的视频，我还没有看到微博呢。我就让大家失忆。没有看到微博，我现在去看。不许偷偷伤心哦，好的，放心吧。难道是会举报的程度吗？大乔九号啥时候加新路握手呀？问。你们不要恐吓我。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会偷偷伤心的。好吧，但是如果我们姐姐回复我说是按数据，那么大家对不起了。接下来的每一次握手，我都将成为一个内卷之王。咱们就是说，要每一次都搞一些话里胡哨的东西，吸引大家来我这握手。卷起来，卷起来。大家明天记得来，明天就是握手会，没有签名什么的吧？然后合张是吗？我如果一天都可以合张，我就是说请大家下午等我消肿一天再来。不，你不能太下午，算了，你们随便录就来。有合影对张，好的好的，都可以哈，都可以。没问题，12点开始应该笑得差不多了吧？你低估我了，你高估我了。这张时间不长啊，好的好的。我感觉我只要穿过很类似的衣服拍照，我就不会很再拍一样。没来得及买，就明天准备去说黄站了。好的好的，好的，今天会早点休息的。没问题。谢谢麋鹿胸针 ，Hello Hello。小粉丝准备第一次点我了，真的，骗我了。哦，今年的第一次点我，对，2022的第一次。好的好的，会早点休息的。居然被我猜到了，是。就是为什么给大家说我袜子怎么样呢？主要是别难过，大家别难过。一样的装扮，就连细到什么，细到睫毛翘度都不一样。那个眼睛上亮晶晶加的闪片是吗？好了，那我差不多关直播了，大家已经11:06了。我先去卸妆摘美瞳，然后明天见，开心快乐哈！一定要来找我握手哦，大家。拜拜，早点休息。拜拜，明天见。哇，谢谢虾饺小宝的圣诞卡，谢谢。晚安，这张贺卡上面写的是 Good night， 好梦，拜拜。